嗨，谢谢，谢谢大家。这个歌应该很好听啊，冯恰恰独有出，情有独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我跟谭健常跟小轩夫妇结缘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之后呢才有东方女孩，才有双飞燕。那我觉得在我的专辑里面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真的让我爱你吗那张专辑，我开始跳舞了。不过那个时候比来比去只有一点点手势，真的开始跳舞是半点心。但是呢为了纪念那个感觉，我今天还想为大家介绍，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真的让我爱你吗。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很开心啊！今天唱个过瘾。
今天在最后一首歌，我想介绍一首日本歌给大家。那最近呢，因为已经大家可以在电视上开始慢慢听到日本歌了，所以呢就把这个练了很久的歌今天终于可以表现一下。希望你们会喜欢听这一首，也是邓丽君的歌，也是我这一次代表雅西亚音乐季所表现的一首歌曲，我只在乎你，日文叫 Doki no nagane ni mi o makase。 谢谢。玫瑰，哇，谢谢啊！刚刚在台底下呢，也看了你有很多的感触哦。演唱了大概十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对不对？嗯哼，对、啊。想到你以前没有，算是你也算是我们的前辈。怎么会是这样？没有，最主要要问你一件事情，请说。这十年了啊，哎，你现在心里最想做些什么事？最大的心愿？十年了。最大的心愿就是跟你一样，干嘛？无后顾之忧。无后顾之忧，只要保安。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无后顾之忧，就是说在事业上呢，他有非常好的成就，也很稳定，工作做得非常的开心，日子也很充实。在另外一方面呢，有个人依靠，总觉得我爱做事也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问题。哎，那你是最幸福的女人。难道你不怕找到一个相爱容易相处难的人吗？我就很怕找到一个难相处的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不得不谨慎。其实说穿了就是随缘两个字。不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这个蔡幸娟，我们安排这么多好听而且非常甜美的歌声，让我们非常的喜爱。也谢谢我们的蔡幸娟和 G-Ban， 谢谢他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